给厚一点儿。出钱了，丁叔。一百。一百。一百了啊。这是几啊？这是六。两百。八七五，两百，四百，四百五，九九二，两百九，六百，两百九，七百，八一一，两百九，三百七，三百七，嗯，要数吗？我碰过很少的玩笑，我碰过没他们多，好吧，我先数。先那种专业的那种就是先抿一下，然后我碰没有他们多，三九二十七，两百七，二十七两百七十块，八千不加八十等于三百五十块，四百块，四百六，对吧？我现在身上才四百六蹦蹦，然后只要这边找了一张零，就四千六了。把他的那个东西，不，你给我，我给你演示一下。啊、我并不想演示，就像这样，然后零要坏了，零要坏了，零要。镜头拍摄的地方可以，镜头录的地到的地方可以，镜头以外的不算。那个，现在我们每个人盘点一下自己的蹦蹦。这是我的蹦蹦。我应该是最富有的吧？我天！我天！四十一七十二十三十四减二二三十十五九的，但是我给了你一块钱，二十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八块？二十六二十九都是一组的，等下全给你，全给你都行。你多少？我要六百多，我四百了。我四十六，四百六。那么多，十十四，天，我好像有个零，十四十五十六，我天，翔哥跟我不在一起了，十九，二一，二一加是六，我的零，二七，我的银行翔不见了，加九，那我们还有机会得到零吗？二三六，加个八四四，没有，加个七，有机会吗？一五四，他的笑容就证明有机会，五五百五，给他八十五百。我觉得你都是准备好了的，全部都是这个，全部都是温泉吧？看，我再看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有本事你就拿过来，有本事你就拿过来，有本事你就拿过来，这就是讹人，有本事你就拿过来。三条路线都是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温泉，你知道吗？热的、凉的、冷的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绝对是你拿过来，我看你这毛巾都已经早就准备好了，这给的太不一样的色儿是吧？我是觉得，我是白橙，是黑橙那种。就是游乐园呗，对吧？游乐园干既有餐厅，对吧？游乐园既有餐厅，游乐园里面的吃的都不好吃又贵。但是你可以拍照，是吧？像是去什么还有一些玩具或那种玩偶可以干。这样吧，我们去肯德基吧，还不如那儿还有一个那个二楼，一般都还有那种小朋友玩的那种滑滑梯，你就去那儿待着，然后我就吃东西，我觉得挺好。所以说我感情我去带孩子，我就在那外面看着你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就是你在里面去那种特别小的滑梯上滑啊滑，我就在外面。还有多久滑完？要不然一会儿走了呗，回家吃饭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反过来是正常的，对。哦，不是，去欢乐谷就很棒啊。我坐过两种过山车，一种是他们那个木头那个过山车，然后一种是他们那个垂直那个过山车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那个在重庆，但是我没去坐，就很高。我们可不可以再抽一次？没有。师傅，拜拜。拜。养生是去修脚吗？我去按摩。真厉害。按摩。按摩要。按摩可以，我喜欢按摩。那你告诉我其他内容是什么？尖叫是什么？鬼屋。但是去欢乐谷。欢乐谷的鬼屋也，欢乐谷的鬼屋不吓人，没有 NPC 那种。有的有的。室内充气。那那个呢？养生是啥呀？告诉我们。
温泉寺汤啊、哦！我想去养生。我也想去温泉。可以换吗？可以再来一次吗？可以换吗？求你、啊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我们三个人啊。三个人玩室内冲浪没意思吧？我们室内冲浪是什么？泡温泉，对呀、啊，人生聊聊理想，真舒服。冲浪就进去冲冲就没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想换一下可以吗？节目组要不然再抽一次，我们把这段删了。冲浪是个啥呀？嘿嘿，这个叫面。至少我是粉色的， yes, 不行。Yes. 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开头一来就是个粉色。哦，对哟、哦。啥意思啊、不是小猪佩奇吗？为啥我是粉色？那为啥我是红色？你这是啥？鱼？不想要红色，红色。那换换换，我要。太鲜艳了。我要粉色。来，李耀文跟我换。你为什么是蓝色呢？李耀文为什么是蓝色呢？因为我很酷。那我也很酷，我不会当众吗？你是白色。白色的对，他自己穿的。他没有。都穿出街了，你心里没点数，你这。我想要蓝色。再说吧，反正三人一组呢，现在。再说吧，反正你们的预警都是我的。真厉害。什么？没事，再说吧。我反正抽的都是室内温泉。对。我还真有两层。其实这不算玩的吗？这不算一层。哎，我觉得我们好像选对了。还行。吃饭，这我闻到饭香了。睡觉的地方。所以我们这会儿要干嘛呢？这没水，你敢相信这个没水吗？是我弄错了，还是它真的没水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水。我，你再去翻，这不是刚才就没水？哇！啊，我懂了，迷惑。它是往这边的，浪费水吗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对啊，你也知道。我思考一下，你看它是往外是没用的啊，嗯，它要往里扣，懂了吧？行。不帮节目组谈谈价吗？节目组好心诚。节目就是我这个20，你给25怎么样？我们给25怎么样？对，他们让我们帮他们砍价，我对我偏不，我只会往高的。给25我也没意见。哦，给25，你要去给25，那这个多少钱？68，我不给。给70，68，便宜一点，70块钱卖给他，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哇哦，大家好，你看他们把我带到了我最不喜欢来的游乐园里面，还要让我演很开心的样子，大家看一看，我现在是不是很开心啊？那边有人在玩啥？我跟你说，我肯定会摔你，兄弟。我感觉我也没摔，往左边走的时候，身体往左边转，速度转的时候要慢。对，往右边的时候也是一样。然后上下移动的时候，就是把板子往上抬，这是往上去的，往后面去的。往下去的时候，放下来。对，绷脚尖，对手扶着板，这个姿势很标准啊。然后上去之后，绑这个动作之后，左右移动，对，上下移动，下 ，OK， 撒手，往后的时候，整个身体是往后的，往前的时候往前，对，一点就行了。往上的时候往后，往下的时候放在中间。这是你给我做的，我要给你做一个。这是你给我。谢谢。我要给你做一个，对不起，我还没来得及做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让我们荡起双，小船儿推开波浪。你还？这是谁教我？不是这样。哎，怎么玩的？哇，我好无措，现在。精神上的基因，他们是生理上的，就是吃了呀。对，吃了就是吃了呀。对，我们是基又怎么样？身体上的放松。谁还没有吃过一个龙虾、烤鸭什么的？对、啊，虽然我现在没有，但是我也想吃。我们的我也想吃烤鸭。我是不行，来就来。
掉进吧。哦，哇，有点意思。哇，哇，舒服。哇，有点上不来气了。还是男孩。不知道他们这会儿那边怎么样？或许过得不如我们自在，不如我们悠闲，不如我们自由。嗯。肯定好难去。走呗，鬼屋嘛，那就我过山车都不坐了，坐鬼屋行不行嘛？啊。我觉得这啥我都不能坐呀。确定好了吗？请问确定好了吗？四十，你拿个什么？是节目组给钱吗？那就买两个，买两个，买两个，买呀、啊、买，买买买，随便买随便买，没事就当哥请你的。他请我，那我这么给吧、哎，就他把他的梦就当哥请你的，对吧？好了好了，哎，那个真的可以。其实坐那个我都还是有点怕的。这是大摆锤。啊？这是大摆，这不是旋转木马吗？大摆锤啊，那不是大摆锤。啊，那边大摆锤。对啊。坐太阳神车。太阳神车就是。大摆锤就是来回。就是那个摇一摇，摇一摇啊。哦you